定哦。要再录音吗？嗯，快说一说。好，姐姐第一名，谢谢。Alan， 你看大姐怎么说一说？你看她。明明就在拍照。你明天完蛋了，你没？没关系啊，你不相信我啊？你明天就完蛋了，我这个呢要给老师看。我要搬出去。试试看啊。试过。那个东西都很乱了，你们三个都用了，所以很认真。我看啊 ，Alan， 快点说一说。Alan， 那你帮忙啊！所以以后如果你这乱东西，等一下姐姐又会帮忙啊。你看姐姐都很认真呢，你看看姐姐怎么说。哎，你妹，你完蛋了是不是？回来，说一说在这边，你这明明在看电视，哪里说一说？放那边前面那个心理治疗那边，放着，对，在那边放着，然后马上回来，这边还有很多东西还没说一说，快点又回家了。你看姐姐都很那个，很厉害，说一说，桌子要说一说一下，姐姐。Alan， 玩具放回去，哪一个不要了都掉，就不要一起放那边。那个不是我的。哎呦，一张一张一张那个东西都不要了，就不要放那边啦、啊。那不是我的，我不知道他要掉。哎呦，都掉，等一下又要都不对。哎，你为什么变乱呢？不是变那个干净的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快点，先桌子做收一收啦！快点，快点。变成青蛙，你干嘛咬我的东西？在这里有录音的哦。哦，你刚刚乱丢那个 Alan 的东西哦，试试看哦 ，Alan， Annie， 你这个录音要给爸爸看吗？这个要怎么念？你先说一说东西，快点要回家了。哎，你妹，你真的这个录音我要给爸爸看哦。我哦，我没有骗你哦。这里啦。Alan 分开 ，Alan， 你最乖，分开。走了，去穿鞋子，爱丽丝。回家了，快点。